自从邓紫棋和陈妍希纽约时装周合体后，两人相似的时装品味简直震惊时尚圈。尽管上一次的造型让邓紫棋略显时装，但好歹是人类能够忍受的造型。而9月17号邓紫棋在纽约时装周上的三套造型被爆了出来，奔宝看到之后立马捂上了眼睛，深色长裙加中分，浑身散发出黑暗少女的气质，直接撞型上门节。再来看看这短款风衣配超短裤，尽管戴上墨镜强行装作有气势，但是一小短腿还是出卖了你。最后这一套红色健美裤配文胸，不说三观，本宝宝真是五官都碎了。通常女性亮相时装之后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都容易用力过猛，一不小心就会沦为史上绝缘体。到底我们紫棋宝宝是混歌手圈的，不过下次还是找个了解你body的设计师吧。芒果捞新闻，本宝宝现在准备进军造型设计师界了，报道。